啊，就我们五个人吗？来吧，自我介绍吧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N2 的周诗雨，谢谢大家进来看我们作品展演。耶！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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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是我在找镜头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王毅，谢谢大家在今天下午来看我们的展演，谢谢。耶！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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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王毅呢？你不说了？他都帮我说完了。好吧，那我选的这个歌是、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比较那个，你也滚来滚去。我滚了吗？我滚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我滚了，对，我滚了。反正就是大家也别期待了，因为我自己昨天才学，很刺激。你知道了，今天我连在台下都没看到你，袁琪。好，对，就这样，你吧。我的节目就是性感，也不性感，挺性感的。真的吗？然后呢，就是我的节目是一个讲述我这个心路历程，然后还有台下观众的心路历程，就这样。嗯，耶、yeah.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他们还没有表演的节目吧。谢谢大家。